怎么了？哎，我们今天是去哪里啊？我们今天去拍一个，拍一个东西，它就出现了一个问题。我在喝咖啡，然后，所以我旁边的人就生气了。没有，我在生我的气，我错在不应该在车上给他喝咖啡。对，是他的错。Where's my coffee? No. No. 你看。你没有咖啡。No, you don't get it. No more. Why? No more. No more coffee. I need my coffee. No, no I want to drink my coffee. 不，你没有咖啡。忘记它。Harry 的粉丝们 ，Harry 竟然是需要一个围兜的人，需要围嘴的小朋友。围什么？围嘴。围嘴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小孩给 baby 吃饭的时候围在。哦哦，那个就是可是我的到这里。你的服装很大的一个，要跳楼了。所以现在出了大问题。那今天就不别拍吧，不用拍了。不可以，必须拍。哎呀，完蛋了！完蛋了！这个比较自然。Second time 这样的 MV 怎么样？我的心那么脆。想去追，想抓住一点安慰。你总是喜欢在群中徘徊，你最害怕孤单的滋味。你的心那么脆，一碰就会碎，经不起一阵风吹。你的身边总是许多人陪，你最害怕每天的天黑，但是天总会黑，人总要离别，谁也不能永远陪谁，而孤单的滋味谁都要面对，不只是你我会感觉到疲惫，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，你想不想找个人来陪，你的快乐伤悲只有我能体会，让我再陪你走一那我的嘴不好看吗？你的心情总在飞，什么事都想去追，想抓住一点安慰。你总是喜欢在群中徘徊，你最害怕孤单的滋味。你的心那么脆，一碰就会碎，经不起一点风吹。
你的身边总是有许多人陪，你最害怕每天的天黑，但是天总会黑，人总要离别，谁也不能永远陪谁，而孤单的滋味谁都要面对，不只是你我会感觉到疲惫。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，你想不想找个人爱陪，这看起来很怪，快乐伤悲伤别吃到身上了，没有没有没有衣服了，放下。你别故意的啊、哦！本来想演，结果是真的，真的失手了，失手了。Thank you.